透過科學鑑證，就算幾微細嘅線索，我都可以揾出蛛絲馬跡。當一種物質被帶走嘅時候，另一種物質必然會留低嘅。有料到。我信任我嘅團隊，有我喺背後 backup， 冇 case 係搞唔掂。當你排除咗不可能嘅事，之後剩低嘅無論幾咁不可能，都係真相。台慶奇《法政先鋒五》，11月14日晚8:30，翡翠台。